我那么近呢？首先咧，我就好多謝你哋咁多位代表嗰啲傳媒過嚟聽我哋呢一個，我哋呢一個發佈會。我大聲少少，得唔得？我哋今次呢個記者招待會咧，其實咧就係想澄清，即係一件事，就係我爹哋喺兩年前咧。就即係2008年嘅三月份咧，我哋中文傳媒嗰度咧就所報道就係話魏伯同 TV Bank 個法律訴訟嗰啲事實嘅發展究竟去到邊度？因為距離今年都差唔多兩年，我哋都想交代下究竟事情去到咩地步。咁第一，我哋首先要澄清咧，兩年前媒體報道咧，即係我父親啊，魏伯，佢已經。欺騙的手法提走了他大量的金錢的事呢就已經解決了，其實個事件呢直到今日都未獲得解決的。更加我們要澄清一件事，就是魏伯呢其實金錢一毫子他沒收過，就不是說好像外界那麼多人呢他們就估其實我們已經收了很多錢settle 曬，出面傳都話可能佢收咗400萬添。咁魏伯其實喺2008年嘅3月31日咧，當日我哋因為受到法庭另外開一個好特別嘅法庭會議，佢啲 call meeting 嗰度咧，就喺當時咧就不合常理同埋不公平地。魏伯同埋佢一家人咧，就先簽咗一個保密協議嘅。